日子合着不能代表十二。哦，我们医学系呢，还不知道出的是什么系呢？坊间流传吃鞭可以壮阳，哇哦！以下是牛鞭、羊鞭、猪鞭，请答出 A、B、C 各是哪一个？几位大医师，医院里面事情已经那么忙，对，把他们请到摄影棚里面来问他，请问这是什么鞭？